我们看这个第54题啊，现在有个质量5公斤的这个 A 球哈，啊速度8，撞到静止的 B 球哦，质量是3，最后呢 A 球以6.4呢往这边跑，那我们 B 球的速度变多少？好，我们知道哈，这个是 PA 啦，动量守恒，等于多少呢 ？PA Planck 啊，加上呢 PB Planck。好，那我现在的话哈，把 PA 跟 PB 哈摆在一起，那我就知道呢 ，PB Planck 等于多少？就等于 PA 哈，啊减掉 PA Planck。好，现在这是 PA， 啊这是 PA Planck， 啊37度，我这是 PA Planck。把它一减的话等于多少？哦，不对了 ，PA 减 PA Planck 应该是往这边，这是 PB Planck。好，那我就知道哈 ，PB 的大小多少 ？PB Planck 等于多少？用那个余弦定理嘛 ，PA Planck 平方加上 PA 平方。减掉2倍的 PA Planck PA 啊 cosine 37度，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 PA Planck 多少 ？PA Planck 这个 PA Planck 的大小哈是等于 m 是5嘛，5×6.4。6.4×5。52×32 PA 呢 PA 是这个58 5×8 58×40、可以超出一些东西来，可以超出到超出那个8×4=32×8×40，可以抽出八来，八抽出来，啊，8×4=32，就是四的平方了，加，抽出八了，8×5=40，五的平方，减掉二，乘以多少？抽出八了。这个八，这个剩下四的，4×5，啊乘以呢4%，所以这样是8×16+25=41，41减掉多少？减掉这个是，8×4=32。刚好是9，太好，刚好是9，所以可以开根号，所以答案是这3嘛，3×8=24。好，那这个呢是等于 mv 哈 ，vb prime， 那 mv 是等于3啊，这是3，所以我就知道呢 ，vb prime 哈等于24。除以3，3×8=24，所以 V prime 呢等于8。